2000年28条，咁呢个系个 CRO 嘅 CRO 嘅话咧，佢嗰个环轴咧就系嗰个嘅时间啦，系啦，咁所以咧呢一个咧都会系个时间轴嚟嘅。好啦，咁喺相同嘅时间轴里边咧，我就叫呢个咧就叫 T1，呢一个咧就叫 T1。好啦，咁我就问咧个 frequency 个 ratio 系几多？咁我睇一睇啦，呢个就系 x 啦，呢个就系 y。咁啦，如果喺个时间轴里边啦，個 period 咧點計咧？呢、这個就係、是T1 呢個時間裏邊啦，除翻二啦，呢、这個 period 裏邊啦就會係 T1 啦，除翻三。咁啦 ，frequency 咧其實就等於翻一 over T， 咁所以咧就係二 over 翻 T1 呢個 frequency x， 呢個 frequency y 咧就會係一 over T， 就會係三 over 翻個 T1。咁所以咧 ，frequency x over frequency y 咧就會等於翻二 over T1 over 三 over T1。咁約嘅話咧就係二 over 三，所以咧答案就係 C 啦。